好明显系你啦。咦，又系你啊，管家。咦？第逆转裁判唔知几怪到乜乜，怪到乜乜啊嗰个。对决，唔听。好啦，呢度又嚟啦，正言。穿着雨衣嘅人好可疑，呢点我已经明白啦。但佢唔一定系受伤啩。左臂受伤，但右臂系可以喐嘅噃。落雨嘅时候我仲担咗遮添，所以冇必要啊着雨衣啊。冇着雨衣啊，呢个就系你嘅主张，冇错。讲起挡雨都唔系所有人都会拣雨衣嘅，我就系遮牌嘅主意啫。我都遮牌。就風褸咪得啦，個雪糕要真正身份。你着雨衣嘅人咯，哦，我即刻怼个答案出嚟，定逐句质问好咧？有时有啲搞笑嘢喺里边。个雪糕系咪识讲嘢啊？下雨嘅时候我打了阵，所以并没有去雨衣嘅地方。依家咧，
意大利。哦，你学够用了。哇哈哈！哇哈哈，够了。實際我只係賣冰淇淋嘅啫。OK， 著住紅色嘅雨衣，喺度聽總統嘅演說。我決定衝出嚟，槍聲響起嘅時候嚇咗一跳，全部人陷入恐慌，紛紛想要逃走。又係槍聲，槍聲，你聽咗幾多次槍聲？离题啊！离题啊！小 Q 呀！仁义兵器啊！好啦，起咗啦，起咗啦。舞台左側。外星。外城艾先生，点解你会知道佢叫外城艾嘅？呢啲机密资料嚟嘅，等我睇下点样揿个文件簿出嚟先，我惊揿错。好啦，系属于机密嘅资料嚟噶，你点解佢知道叫佢叫外城艾咧？跟住 X Y。是不是要讲 Mata 的 Testing 不行咦到我竟然但我讲 Testing 而已好啦就是这句的应该因为要指正它先指正佢，跟住講咩？
咩话？你我讲咩话都得，我咁我讲咩话都侦察到嘅，真系我嘅。Mata，Mata，唔得啊，唔得啊，唔得啊！咁呢个头先嗰个咧，头先嗰个我乜都冇讲就已经解决咗。好刁嘅名，你啱啱耳鸣啫，你唔系讲咗出嚟先嘅，内勤外食。啲音乐好型啊！阿赖出嚟帮手啦！哦，你讲埋呢句嘢就即刻漏口啦，应该。你点解唔一早啲讲啊？好靓啊！啊，你嘅光头好明显啊！O.K. 佢當時係進行緊演講嘅。有啲咩矛盾？講真啦，我係完全察覺唔到有啲咩矛盾嘅。会唔会系阿内个光头反光将红外线嗰粒红点反错咗地方咧？我乱噏嘅人。照片里面有咩矛盾嘅地方啊？张明有冇咩意见？我哋再睇多个幅嘢先。
着雨衣，着雨衣。OK， 我滑鼠，我滑鼠喺度。着雨衣，红外线。咁样睇落似系用右手，系咪先？阿来，阿来喺度。条友举手。OK， 第二张。其实呢两条实 Q， 唔系点解呢个金黄色头发嘅？我跟住走啦，呢个阿奈喺度嘅，呢个都喺度。紫色头发个女，紫色帽嘅女仔喺度。唔通系防暴盾？点解点解会变咗个防暴盾出嚟嘅？呢个就我心里面最大嘅矛盾啦。咁我唯有撞一下先啦吓，佢举高双手，冇理由又用呢幅嘢噶。大将军样都冇啊，应该唔系录音带。要对一切罪恶施以制裁嘅铁锤 ，bang bang， 举高拳头，举高拳头嘅大总统。OK， 条友系举高镜头紧，举高拳头紧。OK， 当系举高咗拳头啦。咁啊，呢个计划都有少少可能系，但系里面呢句，里面啲内容好似冇。红色雨衣有泥，红色雨衣呢件雨衣有泥，不过放咗落地下啦，所以唔关事啦。右手。好。一致裁定，咦？解咩植物呢？一致裁定咩植物呢？啊，系防暴盾。哦，答错咗啦。系阿罗有嘢讲嘅，我记得啦。OK， 正发表演说，最近传闻话佢支持率不断下滑，但系魄力将会全民一扫而空。按照预定，跟月之后就应该会谈嘅啩。另外一个大叔话，据说对赤脚八折呢事件，最好似解决得非常满意。录音。仲有一个大叔。田中太郎。
错啊？唔系咩？蓄水唔喺度喎，佢右邊啊嘛，咦係喎，企喺佢面前。矛头调转咗，错啦！举高手啦，人哋已经。追求開始，哈哈，你哪嘢啊？
两面三。边个？唔系又系 FBI 系嘛？保镖。神機，又系俾國際刑警接手咗啦！呢單案通常都係咁嘅。哦，總統冇事，哇！總統冇事添啊，咁勁啊，俾人秒頭都冇事啊！队长挂咗，蒙居逆位，弃居补税。内藤马之介哦，如果玩日文版嘅话，啲人名系咪象棋名嚟噶？喂，察觉到哦，爱城，爱城系咪爱城居啊？系咯，马啊嘛，马之界，皇帝系咯，呢、這个国家用喎，呢个国家系用嗰啲国际象棋名啊，全部都系。卡城，嗯，卡城。唉、啊，又要打，又要对第二啲警方。已经好努力咁样 solve 呢个问题咯。好人嚟嘅呢个 Lotta 徒弟嚟噶嘛。
月殺手啊，左左左衛門啊，我記得啦，喺第唔知喺第幾集出過嘅左左左衛門。啊，之前啊邊個俾人啊？原來係咁。啊，捉咗阿女嗰個通靈嗰個細路妹啊嘛，嗰個殺手。又找到啲國家有啲咩嘅真相睇嚟。看來